十多天来枪声不断，三宝岩市有14个村里受到影响。菲律宾宝和岛一周前发生了规模7.1的强烈地震。2013年，与马来西亚相隔2000多公里之外的菲律宾宝树人祸天灾侵袭。我的心，ang puso kong ito'y nagpapasalamat sa ganong pagkakataong matahimik ang aking kalooban。海燕风灾过后，台湾慈济基金会从11月12日即刻进入紧锣密鼓提供人道援助，以物资及救助金发放，以工代赈、清扫家园、义诊关怀等三大要项，积极协助灾民重建家园。这里的最低工资才238块，我们给500已经超过一倍了。啊，所以你看到他们是那么高兴。生活穷困，还是捐出口袋中的零钱，是弯腰弯膝投入捐款箱，态度是谦卑。而全球共有超过30个国家地区的慈济分支联络处启动为菲律宾海燕台风赈灾募心募款，凝聚善念，送爱到菲律宾。虽然说我们这边的志工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参与现场救灾的工作，不过大家从新闻上看到的这些画面呢，大家都于心不忍。更重要的事上呢，是希望说累积很多人的这个爱心呢，啊，希望说这个爱心呢，可以把我们的人心都调和，我们的灾难也会减少。菲律宾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邻国，我们身为邻居的一份子呢，也有这个责任啊，去帮助他们。今年全球最强台风海燕摧毁无数家园，造成菲律宾的4500人罹难，幸存者更面临医药及粮食短缺的困境，甚至连避难所都不可得。天灾起于人心效应，人心不调造成天地不调，警示灾难更要有警示觉悟，唯有人人都戒慎虔诚，扩大爱的效应，天下灾难才有可能减轻。怀着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精神，马来西亚慈济志工在当地展开募心募款，凝聚人人的爱心，为减轻菲律宾受灾同胞的伤痛而走入人群。爱心化为付出的行动，这群经过4个月的培训，即将正式成为慈济见习志工的一行300人，即刻坐上巴士，出发为菲律宾募心募款。来到充满文艺气息的槟城古迹区，向前来观光的游客们募集爱心是志工们首要的目标。所到之处，不管当地人还是外国人，都纷纷慷慨解囊。第一次走上街头募心的雷丽萍，在过程中体会到微笑是最好的语言。下一次可能他不讲，可能下一次三次慈济人跟我们笑，我们钱也不一定啦。所以我觉得微笑很重要。当我们去募款的时候，不但是要放下我们身段，最重要是面带笑容。诚恳地募一份爱心，谦卑到感恩的身影，在到此一游的人们心里留下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美好回忆。
大厦是槟城的一座地标性建筑，也是槟城的交通枢纽，几乎所有巴士的起点和终点都在这里。人来人往，等候巴士或者途经这里的人以游客及外劳居多。Have a nice day。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到机场的公交巴士吗？我很少坐巴士，对不起呀、啊。没事，谢谢。你们也不是槟城人？不是，我们 Chandler。海燕 ，Philippines。Yes。不管是问路的游客，或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群，慈济之工都带着对人最基本的信任和无限的祝福，勇敢前进，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人的爱心和祝福。我们一起来送爱去菲律宾，感恩祝福你们。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We send the love to the country people, huh? Philippines.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Thank you. 因为本来你在看他的脸相，哦，是很凶的，真的很凶的，不可能会给的人。但是当他在放下去那一块钱、十块钱的时候，反而我们自己会非常的感动，会非常的感恩。真的不可以以貌取人，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有他的好。送爱去菲律宾嘛，一罐都会做好事了，让一罐都会到卡手人了。真心诚意的言行举止，能够激发人人内心最柔软的一面，将爱心投入木兰香。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的身口意哦，都会去影响到旁边的人，所以我们要用很真诚的心，就是要去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其实有一些他说我没有钱，我说我们出来是要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祝福。如果你身上真的没有多余的钱，没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安哥来让送爱去菲律宾哦。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前来光大巴士站，回想起第一次来到这里为菲律宾募金募款，原本以为外国游客和低阶层人士居多的巴士站反应会不太好，没想到募爱心的行动当天却感动了一位菲律宾女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善循环。真是菲律宾人，他没有去做到什么，反而是我们这边的人这样的去付出。所以我们给他看了那个报纸，说慈济人已经到了当地，他是非常的感动。那份的善其实在当下已经撒泼在整个车站里面，我会感觉到那一份的善的磁场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走去那一行的时候，每一位你会看到，不管他身上穿的是漂亮的，你可以感觉到整场巴士车站的人都是用很谦卑很感恩的心来付出。有一些当他在给的时候，他还何时说感恩。做好事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除了自己坚持行善，还要用行动勉励人人一起行善。当人心净化，善念共振，就能化幽暗为光明，转苦难为幸福。感恩，祝福你。夜晚太阳降下来休息的当儿，爱心还不打烊，志工们的身影出现在吉打南部追林小镇的夜市里。在这里，不管是小贩还是前来逛街的民众，都以马来同胞占大多数。募心为的是募出人人感同身受的大爱心，以及疼惜大地众生的平等心。当慈济之工捧着募款箱来到大家面前，多数人都愿意付出一份爱心，为菲律宾民众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虽然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跟慈济之工素不相识，但是一颗想要帮助远方灾民的心却很一致。
kamu tahu orang suci kah? Tak tahu. Tak tahu kenapa percaya kita? Sebab kita nak buat sesuatu tu berdasarkan niat. Kita bila kita bagi sesuatu benda tu kita tak kisahlah. Kalau dia nak tipu itu atas dia, tapi kita harap benda tu jatuh pada tangan orang yang boleh dipercayai lah dan sampai semangat kepada mereka di Filipina. Saya rasa kumpulan ni satu gerakan yang bagus sebab mereka mengumpul, cari tak kisah tak kira agama untuk mengumpul dana dan dihantar kepada Filipina. Satu usaha yang baiklah bagi saya. Terima kasih. Boleh bantuan ke apa di sini? Tak bantu sih. Sudah bagi. 这位慈济志工李元信一直把手放在另一位志工的肩膀上，是因为视力已经严重衰退。李元信是北海佛教慈济喜圣中心的圣友，同时也是糖尿病和青光眼患者，在慈济护理团队及慈济志工的陪伴下走出病苦，也已经受证成为慈济慈诚的他，坚持走出来为菲律宾灾民献一份力。我还能帮助别人啊，真的很开心。帮助到别人，我现在虽然我是眼盲啊，是我心还没有盲啊，心不盲啊，只是我还能帮助别人，就是我还能走出来这个社会，能帮助别人，帮助到所需要帮助的人，真的很感动啊。不管是积极走入人群募爱心的慈济之功，还是乐于响应的民众，再再都印证了只要有心助人不难。其中一位经营卖菜生意的马来青年，等到没有顾客的时候马上走向志工捐出爱心。Mereka di sana pun mereka bantu orang, ingin tolong orang, bukan dengan diri sendiri. Itu bencana juga kan. Baik kan. Nama, tak kira bangsa pun kita boleh tolong. Aman kan. Negara kita. Filipina sangat jauh. Tidak apa. Kita ajak negara jiran kita kena tolong kan. Oh, 来, 感恩你, 谢谢你。人与人之间，当爱心扩大，差异就缩小了。募心募款的行动从白天到夜晚，跨越了肤色、国籍、种族和宗教的藩篱，在凝聚善念送爱到菲律宾的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创造和谐的凝聚力。画面中海燕台风过后，菲律宾惨不忍睹，小朋友的悲悯心立即被启发。看到了很可怜啊，那个风吹倒他的屋子。吉打慈济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们的带动下献出善念，慷慨解囊。除了孩子，老师也邀请家长们一起为这一次的天灾付出一份爱。启发孩子的善念，培养孩子的慈悲心，不能只有慈济幼儿园。于是槟城慈济之工一天之内就走访23所中小学，让更多的孩子们有机会为菲律宾出一份力。住在地球上的人都是人，所谓助人与困人之本，所以我们必须要助人，即使再多钱也可以，只要能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地方，都甘愿。甚至还有人捐出这一天的午餐费。这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是饿一餐嘛，我们可能他们是饿了好几餐这样子。给我们全部的学生有一个机会做一件善事，真的善事不见得就是你一定要捐很多钱，就是每一次你的动念是善的。立冰风灾啊，然后全部屋子都，然后100多个慈济人来救他们。
眼前这位爱画画的小朋友是已经就读小学一年级的龚一恒，爸爸和妈妈都是慈济人，加上是慈济幼儿园的毕业生，从小就养成做好事的习惯。为了帮助苦难人，他想尽各种方法，最后想到在他的房间里办爱心画廊。之前他一开始是要给就苦难众生，然后我想说那我们筹好了我们就拿去金石堂捐，那捐给什么哪里都可以。过后发生那个风灾之后，我就想不如我们捐给菲律宾，他就讲说那我就要三零级啊，不能一零级啊，他说一零级太少了。龚一恒想做好事的心得到爸爸妈妈的大力支持，爸爸把一恒办爱心画廊帮助苦难人的故事放上脸书跟朋友们分享，得到热烈的回响，一些家长纷纷带孩子来支持一恒的善行动。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要一定 Robert 剪头发理发师，理发师还做这个是谁？说这是我，然后这个我弟弟。啊，弟弟，爸爸的脸书上，其中一则留言提到，一恒非常希望慈济幼儿园的老师能来看他的爱心画展，因为老师知道他有这份爱心，一定很开心。于是，一恒的爱心画廊迎来了他在慈济幼儿园的老师。谁给他鸡腿刺？这个。为什么想要请我来看你的画展呢？我在幼儿园学到这个画画。哦，然后还有学到什么？学到做好事。看到一恒上了一年级，仍然把老师当年所教的事情放在心上，想尽办法要帮助苦难人的那份用心，让当年陪伴一恒三年的班导师孙慧欣和四岁班的助教王佑金老师备受感动。今天呢，就是来看到他的画展，他从以前到现在的进步，跟他这么大爱的心，就让我真的很感到很欣慰。在幼儿园所学到的东西，离开学校后还能够把爱传出去，然后去帮助很多苦难的人，老师会觉得很感动也很欣慰。想不到撒播下去的种子啊，来到小学长大的终于看到那颗种子萌芽了。教育从小做起，让孩子知道世间有种种灾难，从而见苦知福，了解人人都应付出一份爱。当做好事被培养成一种习惯，孩子一直保持纯真的心灵，未来的社会必然祥和。每一个人的每一分力量都是慈济在菲律宾赈灾最实在的后援。自募心募款活动启动以来，在马来西亚九州实地已经超过6000人次的慈济之工投入其中，为协助风灾受灾民众，全马爱心动起来，无论小人物还是大企业，都尽己之力慷慨解囊援助灾民。身在异乡，非裔企业家心系家乡灾民，积极响应，为灾区乡亲加油打气。I think this is a show of solidarity. They want us, Filipinos who have been affected badly by the devast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typhoon, to keep faith because with love, courage, strength, we will pull through.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o all the volunteers of Tsuchi who are with us in this.站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慈济之工手捧爱心箱，募心募款送爱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吉隆坡购物广场举办赈灾募款活动，邀请慈济之工参与，不少民众也停下脚步献出爱心。歌手轮番上台演唱，希望年轻人在追星之余也能发挥帮助社会的正面能量。我们
能够以自己的影响力去告诉大家更多正确的讯息，然后号召大家就是一起做善事，然后一起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再贡献多一点。人伤我痛，人苦我悲，为了可以让灾民早日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为灾民付出。在马来西亚南部的新山，一场婚宴上，因为新郎新娘都是慈济人，便藉由这场晚宴让在场的宾客能够捐款驰援，婚礼变募款会，小爱化为长情大爱。慈济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众生平等，希望今天出席的这个来宾大的我们的亲朋戚友也能够为菲律宾的这个难民呢做出一点点的这个爱心跟贡献。在槟城，一群慈济志工个个年过半百，有的已经白发苍苍，却还是活力满满。募集爱心，他们不落人后，即便在外奔走一整天，考验体力的负荷，但做好事大家不嫌累，纷纷抢第一。走上街头募款一整天，光这一句话就得重复说上无数遍。这边有人打头阵，另一边的志工赶紧跟上脚步。选在人潮最多的用餐时刻，志工的身影特别显眼，从小摊贩到餐厅不停奔走。高龄82岁的陈素兰是当中年纪最长的慈济志工，不间断的弯腰道谢，散发的诚意让不少大人小孩都停下脚步。我阿乱安尼流过来，出来付出个，哇，这股汗该汗死呢！我的脚袂使穿这鞋，伤久你知无？伤久伊脚骨疼。长时间久站，就怕体力无法负荷。志工还特地带了休闲鞋替换，舒缓脚步的疼痛。今日咧睏较爽了，出街出来行，我感觉一早伊人就是唔爱让我出来，我讲。无点点蛮多兔子，阮是真正惨的，出来行淡薄，看会较爽淡薄。这群老菩萨用他们的智慧做善事，为后代树立典范，汇聚各阶层人士的爱心，慈济人以爱启发善行，在最需要的时候付出关怀，最能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希望。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在募心募款的过程，爱心如蝴蝶效应般的动了起来，引发更多爱与善的循环。风灾后，原本陌生的人因为一颗颗温暖跳动的心搭起爱的桥梁，每一份善款犹如涓涓细流，一一回归大爱海洋。人人伸出双手，用爱画一个圆，真诚地给予祝福，相信就能扶持远在菲律宾的受灾民众，在泥泞中重新站起，勇敢重建家园。